都恍恍惚惚的，一定是前两天你买房子定金没退，所以心里到现在还不舒服吧？这样吧，这两天我跟局里请个假，咱俩出去走走，钱财是身外物。就算你两天还没有房子，我跟千古林一样嫁给你。我怀孕了。 一起吃饭吧。我有话跟你说。春儿哥，我姐表现得这么平静，她不会想不开吧？应该不会吧？你姐那么坚强，她是女汉子。但愿如此吧。 你愿为嫁给你眼前这位虽然不是很优秀，但努力会做到很优秀的男人，做他的妻子，无论发生任何事情，都愿意永远和他在一起，生死不离。你说，咱们会一直这样幸福下去吗？当然会了，我们会一直永远幸福下去。 姐。
你好歹吃点东西吧。吴千墨，你别撑着了，想哭就哭出来。这种困惑，坎坷的旅途，你出现过。美好的风景，温暖我。谁的双手？别哭了，哭坏身子。